哎呦！我靠！好不好？好，相当好。哎呀，大姐！欢迎！哎呀，来，坐，先坐一下啊。喝茶。不需要喝了。喝嘛？怎么不喝？不喝啦。天气热啊，大妈。哎，是啊，啊，小伙子，你们。生意是越做越红火啦，越做越好啦。还好。你看，铺面也那么好。嗯。我很久啊没有进城。是吧？这位置还好，这位置。这个位置好啊。我们就疫情过后啊，大妈，那个我们房东他一直在给我们涨房租，有可能我明啊，有可能我明年就不在这里了，他估计还要涨。啊，要到哪里去？嗯，到时候再找一个别的地方吧，到时候再看。啊，因为我刚交了房租，那他每年给我涨啊，这里那么好的地方还要去别的地方，我们这里好啊，因为我们那个房东他一直涨嘛，是吧？早知道当时直接买了，对，兄弟还不如直接买了，对，买嘛，他直接买就行了，买他不卖，我问过的，哎，他不卖，嗯，卖的话他应该是要卖600多万的，这里，哦，他卖的太贵了。以后火车通了，就到我们那里去了。啊，那个就好做了，生意是吧？啊，哎，火车一通就好很多了吧？哦、好很多了，那个意思也是来的很快了、哎、是吧？哎，大妈都知道，哎，火车要通了。哦，通缅甸的火车吗？哎，人家是设计是通缅甸的、哦。对，暂时肯定别想。没那么快啊。先通瑞丽嘛。嗯、对，瑞丽这边是要通往整个东南亚的嘛？哦，就是啊。哎，缅甸。要从我们那里。经过那个叫什么磅塞下面那里啊，磅塞日本领土嘛，那里擦过、啊、又设计到那边的火车又到那边网钉下面啊，网钉下面那但是这下他们正在打仗嘛，就把它隔起来了、啊、那边路就不放通了，对，生意也是难做了，只是收长一点点。哎，大妈，那看一下吧，看一下，好吗？哎，来，小伙子，哎，在这，你去拿一下，哦，我拿下，在电动车里，我去拿就好了。你去拿，好的。哎呦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，发黑了，现在。大妈，你怎么不让我去你家看呢？那如果你去嘛，我还没拿来噻，我要把它好好的收藏嘞。一去全被你看完了怎么办？哎呦！好不好？好，相当好。哎、舒服了，兄弟们，脱沙呀！这刚切手中，只是简单的发黑，是吧？你看到了吧？对，我刚才看到是肉质发黑的感觉。嗯，这里有小道裂，看没？这里是下来的，到这里，目前是到这里。哇，这个种机制了，机制，这里可以打一串那种蛋面了，是吧？大的鸽子蛋，这里有手镯，手镯一条估计中6开了都，但是也要搏啊，因为，大妈我先看一下，大妈，看不着急，对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因为姓金啊，就是有没有姓金的朋友啊？黄金的金吗？黄金的金，哦。啊，我们这边傣族姓金的还挺多的，是吧？很多。对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料子啊，什么？这料子墨西沙长口啊，哇，整一个非常大，皮壳完整。啊，这种地方一点点小小的就敲破了一样啊。墨西沙长口有点，其实有点类似于水翻沙啊，有点类似于那种南旗的那种水翻沙料子，但是不是的啊，像这个你看明显的墨西沙酒水黄物，是吧？这种墨西沙的酒水黄物。光看皮壳还不好判断。是，这边还有绿杆哦，有没有？绿青底。这边脱沙的呢，黑的，这种还可以洗啊，其实，是吧？其实这种地方它就是早年它开出来啊，确实有刷洗的痕迹的，是吧？那这边还可以刷呀，刷出来一样的，比特别是你看像这一包这种，看到没有？刷出来就是跟这里一样的，稀稀泥泥的，对，是吧？我的妈！哎，你有这种货咋不早给我看啊？没，慢慢的看嘛，后面的还有收藏嘛，哎、一步一步的来嘛。
一个一个的看嘛。我好久没有见到这种，对，懂我意思吗？全薄、全薄全堵的料子，并且品质有这么高的，还带手镯味。嗯，手镯味多了呀！你说这种料切怎么切，兄弟们？那肯定就是切这个大米，是吧？能切多少刀？哎，一刀、两刀、三刀、四刀、五刀、六刀，是吧？五到六刀，哎，六到七片。那么我称一下多重啊？你坐一下啊。好，好的。你喝点水了吗？听清楚。好。六公斤哦，六公斤正哦。哇，太难了。对。其实都不需要灯了，肉眼都能看到这种拖山狼。就是它里面有可能会变种，不管变就不变，首先这里的品质这种卖相，已经决定它的价值了。那么我最近没收到什么合适的料子，那我想我所以说我想再去你家里看看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收藏的再拿出来。哎呀，好的。那么有点犹豫、不是是吧、有点勉强、有点勉强、好吧那么、那这个料子就是我挺喜欢的，想卖多少钱？其实这个料子买来就60万呐、买来就60万啊。你说你能出多少？那么你真真实实是60万买的？是啊，因为这个事前两天大妈就跟我说过了啊，并且前两天我就已经看过照片视频了这个料子，所以我今天才约大妈过来看的。但是大妈也是这么跟我说了，就是当时他们是60万买的啊。这个，那现在的嘛，你是想卖多少？有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吗？大概那再加1-2万嘛。再加1-2万啊？啊啊。行不行？没问题啊，大妈，这么实在，这么这样子的吗？我给你加5万，加五万，好啊，更好啊，下一次更友好的，哎，下一次还更好的是吧？哎，这个就，是吧？大妈爽快到有点让我吃惊了，吃惊了，感觉不像在谈生意。对对对，生意嘛就是这样谈的，就实实在在的，太爽快了，真的啊。哎呦，兄弟们，这一整盘一灯一个手镯味，这个就是好料啊。嗯，感觉这种一小个挂件都不少钱。那么确定的啊，咱们就按65啊，65。确定了。确定啊。哎，因为我都只是说再加1-2万就行了，你要加到5万，我很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的嘛，这个应是吧？看得到嘛。啊，实打实的说白了，你本钱你都能告诉我了，那么这个东西肯定是吧？我也想让你多赚一点，但是我不可能会去冲得太高了嘛，懂我意思吧？就是我拿来也是要卖的嘛，啊、你知道的嘛，是吧？是啊、好，啊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不要客气，下一次再找给你好一点的。下次我准备直接去你那了。哎，好的，是吧？好的，好吧。好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。真不错、我得给大妈转一下钱了啊，大妈，哎，那我就转上次你的那张卡，好吧？哎，好的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应该可以一次性的，可以一次性的啊。单笔是50嘛，一天是有100的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啊，哎、然后。大妈，我们下次还去啊！大妈，我们还去你家啊！好的，好的，看看欢迎，有好料的时候再来啊！啊。